你看影片的时间，但是如果你唯一的收入是来自你的工作，接下来的几个月你可能会过得越来越辛苦，你所想要的东西将会越来越贵。之前可以轻轻松松去买菜，现在这件事情却变成了恐怖电影。每拿一把菜起来，会先需要看它的价钱，然后思考要不要买。好在你现在看到这个影片，你有机会可以增加收入来源方式，一个可以把你的人生变成轻松模式的收入方式，可以让你今天买不起的东西，未来变成都可以买得起的东西。比方说像一些很简单的事情，像是去一些还不错的餐厅，买一些还不错的衣服，提供给你家人他们想要的物质，或者是能够提升生活的事，像是搬到一个更大的房子，买一部更好的车，跟家人一起去看看这世界上所有美好的角落，做你孩子的好榜。